内行故事低调说，今天介绍一部单字体内隐藏着地狱之火，只要一变身就会出来点燃所有坏蛋的电影《灵魂战车2》。话说男主角强哥本身是个摩托车特技表演运动员，由于父亲身患癌症，强哥为了救回父亲，就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恶魔。结果他一到晚上就会变身成为浑身燃烧地狱火的恶灵骑士，见到违法犯罪的人类就会忍不住把他们点燃。多年时间过去了，强哥早就厌倦了这种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，为了不再伤害他人，强哥远离城市，每天睡在荒郊野外，这样就可以避免晚上变成恶灵骑士到处杀人。这天有一个神父黑哥们来找强哥，他告诉强哥他有办法解除强哥身上的地狱火诅咒，靠他解除地狱火诅咒的前提就是强哥帮他保护一个叫小明的孩子，并把他送到约定的教堂。要说这个孩子可不得了，他的身体是恶魔早就改造好的，就等着时机成熟，恶魔就会像换衣服一样换上小明的身体。为了解除地狱火诅咒，强哥答应了黑哥们的请求，而此时的小明正跟单亲妈妈宝儿姐生活在一起，他们为了躲避恶魔的追杀，可是恶魔也没有放弃，他直接找来了黑帮大佬长发哥，准备硬抢小明。无奈下，宝儿姐只好带着小明亡命天涯，可是没跑多远，还是被长发哥的人给堵住。眼看小明就要被抓走，化作浑身冒火骷髅头的强哥瞬间出现，他一出场就把一个龙套给点燃了，随后还利用审判之眼瞪死了一个，这可就惹恼了大佬长发哥。长发哥直接祭出了枪榴弹，一枪就把强哥打飞，震晕了过去。等到强哥再次醒来，他发现自己已经被送到了医院，虽然昨晚受的伤都恢复如初，但是他也失去了小明的踪迹。无可奈何之下，强哥找到了宝儿姐，并且解释了自己寻找小明其实是为了保护他。就这样，宝儿姐和强哥一拍即合，两人很快就找了一辆车开始寻找小明。在路上的时候，两人友好的交流了对付恶魔的办法。恶魔虽然法力无穷，但是在人间他必须寄生在宿主体内，并且不能施展非常大的法力，必须依靠代言人办事。强哥这种就属于恶魔的代言人，只不过恶魔太不讲信用，强哥最后跟他闹掰了。很快强哥就带着宝儿姐来到了长发哥的基地，强哥的计划就是宝儿姐前去拯救儿子小明，他则正面出现吸引大家的注意力。没想到这群黑帮准备了重武器，直接单兵火箭筒伺候。幸亏变身死灵骑士的强哥已经是不死之身，一个龙套拿枪对着变身后的强哥就是一顿突突，结果强哥却把子弹带着火都吐了出来。他直接利用地狱火把吊车变成地狱火战车，对着这群黑帮就碾压过来，很快就干掉长发哥所有的手下，生擒了长发哥。而此时宝儿姐却背信弃义，带着小明跑路了，这就让地狱火强哥十分生气，他丢下重伤的长发哥追了上去。就在强哥追上来想要顺手把宝儿姐也干掉时，小明突然出手了，他继承了恶魔的能力，居然轻松就熄灭了强哥身上的火焰，把强哥变回人身。与此同时，恶魔出现在战场，他给了奄奄一息的长发哥新的能力，那就是凋零之力。从此长发哥碰到谁就能让谁快速老化变成飞灰。获得超能力的长发哥第一时间开车追了上去，准备干掉强哥报复。另一边，强哥和黑哥们带着小明和宝儿姐来到了一个神秘教堂，教堂里的教徒全部都把经文纹在了脸上。完成任务的强哥则找到黑哥们，黑哥们也十分信守承诺的把地狱之火从强哥体内抽了出来。这下强哥终于如愿以偿，变回了普通人。没想到的是，教堂的主教居然欺骗了黑哥们，他们为了断绝后患，居然想要杀死小明。而强哥因为变回了普通人，根本不是对手。好快，主教带着教徒就把小明送到广场，准备执行死刑。关键时刻，长发哥突然出现，几个闪身就把一众教徒变成了像花一样凋零了，然后带着小明离开了这里。他们来到距离上帝最远的地方，在这里梳着大背头的恶魔正在准备灵魂移植的仪式，小明将是他最新的载体。不过宝儿姐他们三个并不打算就此放弃，就算没了超能力，他们还有狙击枪和手榴弹，三个人全副武装来到了这个号称距离上帝最远的地方，三个人兵分三路杀了进去。宝儿姐负责拿着狙击枪在外围警戒，两个男人则直接冲了进去。此时恶魔正在进行转移灵魂的仪式，黑哥们赶紧冲过来阻止，结果却被长发哥直接变成了骷髅。随后长发哥找到了强哥，就在长发哥要把强哥变成骷髅时，小明忽然觉醒了自己的意识，他居然重新把地狱之火赐给了强哥。这下强哥又重新变回了恶灵骑士，没几招就把一众龙套收拾得七七八八。恶魔见势不好，赶紧带着小明就跑，宝儿姐和强哥自然是在屁股后面紧追不舍。在追击的路上，长发哥和强哥展开了拳拳到肉的单挑，虽然长发哥把强哥按在地上，奈何强哥有一招只用眼睛就能释放的绝招，直接两眼一瞪就干掉了长发哥邪恶的灵魂。电影的最后，强哥追上了恶魔，并且亲手把他拎起来，用地狱火把恶魔送回了地狱。而且强哥还掌握了地狱火的另一种用法，居然把重伤的小明恢复如初。从此强哥在地球上过上了行侠仗义，看谁犯罪就点了谁的嚣张生活。自此全剧终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恶魔家的事情不能随便乱掺和，作为一个普通人掺和恶魔家的事情，距离领盒饭就不远了。好啦，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，喜欢我就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